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39个提问。首先是新加坡同学的提问。他的一个题目啊，里面有7个小题啊，这恐怕一共啊就有40多个提问啊。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前面这7个呢，好像都是关心陈小旭的啊。新加坡同学提问：近日听到陈小旭居士病逝的消息，感到震惊。下面他提了7个问题。第一个，陈居士已学佛10年，生前曾对佛教进行很多捐助，为何落得这样结果？结果你没有看到，你要看到了就正常了啊。他的结果不算坏，相当殊胜，这个在病情严重的时候，300多人给他助念，日夜佛号不停止，这种福报连一般老法师都不可能有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因缘。学佛不一定在时间的长短，有人学佛几十年，有人学佛1辈子，到死的时候依旧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很多啊。啊，那么对于佛教很多的捐助，并不是说有很多捐助啊，他的业障就消了啊，那就太容易了。有钱的人业障都消掉了，穷人业障就消不掉了啊。也许你认为那这太不公平了。这个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呐啊。那么我在此地给你总的说一句，小旭病重的时候，我跟常慧法师都在他面前照顾，我们尽了全心全力啊，使他的病痛减轻，这个我们看到了啊。像这种病痛啊，一般人受的是10分，他只受了1分啊，9分呢佛菩萨给他化解了，难得，很不容易啊啊。那么他为什么转不过来呢？第一个是信心不够，人有业障，这他自己很清楚，业障很重。业障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啊，也都不是这一世的，这一世没有造业，前世造了。所以30因果诸位必须要明了啊。为什么这一生是好人，他得的是恶报，这一生是恶人，哎，他居然享福啊，
所以很多人看的这个现象啊，不相信因果。这一生造物，他前世愚夫太厚了。啊，所以你没有看到他恶报。啊，前世造的这个福，他可以享200年的福。但是这一生当中他造作的恶业，他可以享60-70年的福，那个福已经折掉了。啊，打折扣折掉很多了，可是他的余福没享完。有人一生做好事，果报并不好，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太重了，就是他有余殃啊，因为他这一生造的很多好事，弥补了很多，啊，但是还是没有弥补到完，这个完全，啊，所以他还是受业报，因果通三世啊，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不怀疑。啊，学佛10年，信心依然不足。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听经太少，这个事物太多，啊，这个事物太多啊，分他的心啊，精神都照顾在呀、啊、日常事业上，啊，还有应酬太多，啊，所以真正听经，真正。听得懂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听经听一辈子还不懂了啊，这什么原因呢？我相信你自己晓得啊，我讲经讲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听懂？如果你听懂了，你不会提这些问题，你提这些问题说明你跟陈小旭一样没听懂。我常常讲啊，讲了几十年了。一个人要学佛，必须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你才能听得懂，你才能契入。啊，学佛的人多，听经的人多，几个人能放下？能放下的他听懂了，听明白了，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佛法相应，也就是说他能解能行，得佛法真实受用啊。如果这个放不下了，这个就是最严重的障碍啊，第一关你进不去。所以学佛10年、20年、30年都在佛的门外，没有进门，这是事实真相啊！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都应该要懂得啊，否则的话，这一生虽学佛也是空过。第二，他陈居士曾亲自拍摄山西小院，可他自己却为何没有度过癌症病魔这一关？山西小院是不是他拍的？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啊。那么山西小院那一些癌症的人，他有信心啊。小旭，我照顾他那么天的时候，他没有信心。他不知道忏悔，他不知道感恩，这他自己说的，感恩的心、忏悔的心总是生不起来，啊，愿力不足，有发愿，愿力很脆弱，啊，那最关键的是自己没有信心，啊，我们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太多，当面劝他，不知道劝了多少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要想佛、想菩萨、想经教、想弘法利生啊，想
帮助正法久住，这是正念的，对他有好处。他不想这些，一天到晚想我这病能好吗？这就完了。他所想的是负面的，佛菩萨帮不上忙啊。佛菩萨能帮上忙啊，你是有正念的，你不能有负面的啊。所以幸福不是容易事情啊。欧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啊，讲到这个净宗的心愿心啊，第一个是信，信他讲了六个，头一个是信字，第二个是信他，他是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啊，那小旭对这个对信字没有自信心，自信心没有了，信他还可以，啊。就是病中还常常念着我们要信佛啊，要信佛法啊，要信老师，他没有自信就没法子了，佛法僧都帮不上忙，是吧？我们感到很遗憾啊。同时呢，他的外缘并不是很好啊，就是干扰还是太多啊。这个干扰啊，里面有一半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附身呐，人数不少啊。我们在旁边观察，至少有几十个啊。那我们做劝解，劝解还是有效啊。劝解几次，分批一批一批离开他。他身体就感到很轻松很舒服啊，在附体的时候身体都是硬的，离开之后就好了啊。可是最后还是有几个，那几个可能是怨恨太深啊，怎么劝都不肯离开啊。所以你不了解这里头的情形啊，你了解这个情形之后啊，那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教训很大啊。我们看了这个现象，自己警觉到这一生决定不能生病，决定不能死啊。怎么说不能死呢？不能像一般这个死法，要像地仙老和尚讲的锅炉匠啊，要像地牢说的这个极乐寺的修护士啊。那么我们在台湾将军乡看的老太太啊，在美国旧金山也是看到一位老居士，欲知时知，没有生病，说走就走了，这就对了。这些人啊，有我们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我们要以他做榜样啊。这个在深圳念佛往生的黄忠昌也是最好的榜样啊，闭关念佛2年10个月，欲知时知，没有生病走了啊。这个重要啊，不可以生病的，不可以进医院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就。那你要问这几个人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成就呢？没有别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真的放下了，冤亲债主也不找你了。冤亲债主还能找到你身上，换一句话说，你还没有放下了。你放下，他佩服你啊，他赞叹你啊，
啊，就跟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往生，啊，他走了。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就给他助念，回来的时候，哎，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大概有100多人，啊，100多灵啊，跟着这些法师到居士林来传递讯息，林长真的往生了，他们看到了，很欢喜，很赞叹。我们是他的冤亲债主，看到这个样子，我们也不会再找麻烦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跟着法师到居士林来，希望居士林答应我们，给我们做皈依。啊，他来求皈依的，皈依完了之后啊，他说我们希望能在居士林听经。啊，那我们说我们居士林讲堂天天讲经啊，就是讲堂的光太大。啊，这灵他们这些众生受不了啊，最后要求的是在餐厅我们用电视指定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要日夜不停地播放一个月，哎，一个月他们离开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地藏经播了一个半月是2个月的样子。啊，你真有成就啊！冤亲债主，慈悲心就升起来了，不找麻烦了。啊，所以学佛不是容易事情。啊，续世善根成熟。啊，真正清净善友，能放下，能看破。能切入，才得受用。啊，所以他这次往生不错啊，啊，教了很多很多人，啊，这些人在他面前都受了他的教训，啊，个个提高警觉。第三。啊，听说他在生病期间只吃一点中药而拒绝西药治疗，这是否过分分别执着，还是他对事法放下的太晚？这些事情你要真了解才行，你不了解不知道。啊，那么中药西药，希望这个常识啊，你做一点功夫，下个几年功夫彻底去研究，啊，你才会了解。啊，我们给他请了很好的医生，啊，照顾他。通通都做到了，看到的人几百人呢。第四个问题，他陈居士2月出家，发愿后，半生要做一名多元文化义务工作教育工作者，他出家虽短。但在家修行已有7-8年了，且对佛教事业捐献甚丰，啊，又亲近师父，为什么不能达成弘法的心愿？我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亲自给你说明。这个话的时候，我要跟你讲起来2个小时讲不完，要跟你讲个3-4天。啊，你要是要想这个，知道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出家人。受了3坛大戒，出家几十年，为什么修行的时候到最后还是不能往生，还是随着业力转，太多了，你自己知不知道？我学佛的时候李老师就警告我，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讲过啊，我受了大戒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这个受戒之后一定回去拜老师，还没进门，我在门外，他在院，还很远，他就指着我，你要信佛，你要信佛啊，说了10几声
我走进去之后莫名其妙。啊，我学佛7年出家，出家2年受戒，啊，我还教了2年佛学院。老师一见我叫我信佛，我都呆了。啊，我坐下来之后啊，我就愣住了。我心想，老师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师给我讲，你现在是受了大戒了，啊，也教佛学院了。你要晓得，出家受戒的老和尚自古以来，不是今天，古时候就很多。到70、80岁，临命终时还不信佛。他越讲我越糊涂啊，他怎么不信佛？不信佛怎么出家呢？怎么学教？怎么讲经呢？到最后，老师告诉我，什么叫信佛啊？不讲别的了，讲很简单的了。佛教你不杀生，你做到没有？佛教你不偷盗，你做到没有？佛教你不淫欲，做到没有？佛教你不饮酒，做到没有？啊，不妄语，就五戒呀。没有做到，没做到，不信呐！啊，我这才明恍然大悟，所以信佛是依教奉行。啊，听了佛的教诲呀，能说不能行，不信呐！你才晓得信这个字多难。啊，信决定有效。啊，没有效，自己好好反省，不信呐！你才知道这个信字可不是容易的啊。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如果这个信心真正达到清净，一丝毫疑惑没有，一丝毫夹杂没有，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初住菩萨，化身大士了，信心的标准在这里啊。所以信有迷信，有正信，正信是有解无形，真正做到是真信，真信才管用啊。啊，捐献是修福。啊，你做好事是修福报，福不能救生死。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说的，此事福不能救。此事就是六道轮回生死的事情。啊，再大的福报都不能救。啊，但是什么呢？无论在哪一道的时候，你有福报，你还是享福。啊，就在恶鬼道啊。他也是多财鬼啊，他有福报啊，啊，福报没有的时候他苦啊，啊，天人没有福报也很苦啊，还不如人间有福报的人啊。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读过啊，啊，所以说为什么你问为什么不能了达弘法利生的心愿？他弘法利生的心愿不坚固啊，非常可惜啊。这个就是什么呢？文法太少，在佛法上的时候，这个下的功夫太少啊。这个道理要懂，要明了啊，不要让这个学佛的人啊产生了退心啊。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我们的信心更坚定，警觉性更高啊，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我在任何一方面不如他
我的寿命45岁，跟诸位报告很多次了，我能够转得过来，这我相信他一定能转得过来。他不能跟我配合啊，我要求他用上就是四个，第一个信心坚定，第二个忏悔啊，第三个感恩，第四个这个愿力要发出，这四个都不到位啊，这个没法子，没有人能帮他忙啊，你能不能帮他呢？你帮不上，这他的事情，你要发是你的，他得不到啊，所以必须自己要做到啊。如果你要是做不到，你将来走的时候还不如沉下去。这是我跟你讲真话啊。第五是他在出家声明中要承传佛法啊，承师命闭关10年啊，研究儒释道中华传统，为佛教奉献终身，续佛慧命，心量之广，何等伟大！为什么不能转这个业力？他这个口里的心量很大，心里的心量很小，就这么个道理。啊，心口要相应，就产生效果。啊，他心口不相应，啊，绝对不是佛法说的是骗人，是假的。啊，我在30几岁的时候，啊，这个发的愿，我发的愿兑现了，所以我45岁那一年生1个月的病，我知道寿命到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照顾我，我跟他讲寿命到了，啊，不要看医生，医生能治病，不能致命啊，所以我要不吃药，也不看医生，念佛求生净土。我念了1个月，身体慢慢好起来了啊，一直到现在我一生没生过病啊。前年79岁，我在北京住在这个旅馆里面，病倒了啊，病了4天。我给同学们说过，我见到释迦牟尼佛，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毗卢遮那佛，见到观世音菩萨，身相之大跟虚空一样，虽然那么大的像，可是看得很清楚啊，不是模模糊糊，非常清楚啊。我想我寿命到了啊，从45岁到79岁也已经多活了20-30年了啊，多活了30多年了啊，我说我应该走了啊。所以我还听到旁边有人，但是我没有回头，在我背后跟我讲，你还有没有牵挂的？还有没有顾虑的？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啊？啊，想跟他见一面的？我给他什么都没有，我通通放下了。啊，我说我的一生，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佛菩萨安排的。啊，我非常希望跟阿弥陀佛走。可是如果要我再帮助这个世间苦难众生，我说也可以，没妨碍啊。到第二天我病就好了啊，第三天我回到香港养了2个星期，我又开始讲经。小旭不能像我这样发现啊！啊，
这个要发真心的，不是感情用事啊！啊，感情用事解决不了问题啊！啊，而且就是做善事，善事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心态，关系都很大。啊，勉强做的，别人劝导做的，啊，劝你做的时候，自己做的时候还打点折扣。这都不是修大福报。啊，所以你必须要跟他有一段长时间相处，你对他完全了解，你对佛法了解，然后你就心里全都明白了。啊，希望你看到这个样，你要精进，你要真正做到，你不能够说是心口不一。啊，那你将来的福报不如他，那差远了。啊，有些念佛人感觉到自己的行持发心并不如陈居士，啊，若是他都不能往生，我们不是更没有希望了吗？这个错了。啊，那你如果要这样想呢，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能往生。往生在信心。啊，而且人到命衰的时候，于是啊，过去生中冤亲债主都来找你，这一关你能不能透过？你要不能透过，那是严重的障碍。啊，下面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他说我从来不曾动摇过对佛法的信仰，可是看到陈小旭的往生，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和茫然，恳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帮助同修们坚定信心，勿生退却。你这个几句话说得很不错。啊，那么任何问题都要真正去了解事实真相。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你自己凭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来看事情，我们今天上午还讲到三量，你这是属于非量啊，这个确确实实会误导你自己，也会误导别人，但是纵然是误导了，也是古大德讲的一句话，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因果啊，因果要自己负责任。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佛家讲一个人往生，其家属啊都会得度，无始劫来我们与众生都曾经互为父母，已经有那么多人往生，为何还有许多人没有得度？这个谚语所谓呀，一子成佛，九祖升天，不是说这个得度啊，不是说往生啊，得度是什么福报啊？就跟世间法一样，你家里头如果有一个人做了省长，做了部长，你们家亲眷属都感觉得很有面子啊，对不对？人家在社会上大家看到知道都对你有尊敬心，这就叫沾光。学佛也是如此啊，如果家里头真的有一个人往生，他的家亲眷属一般鬼神看到都尊敬啊，他不一定能往生，往生要靠自己，往生不能说一个人往生，一家人的往生，那就好办了。
有这种方法，我们都不要念佛了，都不要修行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你说都把我们带去了，他也不带去，他就不慈悲了，没有这个道理的啊。所以往生你要记住，心经在佛途经啊，念佛是方法，效果呢一定要念到心清净才能往生，心不清净不能往生啊。那一边是净土啊，心怎样清净呢？至少自私自利，我讲的这十六个字啊，自私自利没有了，名闻利养放下了啊，五欲六尘享受放下了，贪嗔痴慢降低了，你才能往生啊！要因缘具足啊！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啊，有十六个问题。第一个，请问什么是迷信？为什么会有迷信产生？所谓迷信，你相信了啊，但是你相信呢，你并没有把事实搞清楚，你就相信了啊。譬如说信佛，佛是什么没搞清楚，佛教是什么没搞清楚啊，你就相信，你就去拜，你就去受皈依，这叫迷信。另外一个人不信，我不相信啊，佛教是什么搞清楚也不清楚，那个不信也是迷信，没搞清楚嘛啊，并不是是信是迷信，不信也有也是迷信啊啊。那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迷信产生呢？第一个没有智慧，第二个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就会产生迷信。所以信跟不信都是迷信啊。那么这个与人的这个个性大概也有关系啊。我从小对任何事情没有搞清楚，我存疑啊，这是正确的啊，没搞清楚，不可以下断语。啊，下断语容易产生错误。啊，一定要把事实搞清楚，我才会相信啊。啊，对于宗教这个事情，我是抱这个态度。啊，那佛教呢？看表面上形式。什么神都拜啊，所以在宗教里面呢，一般说是低级宗教，多神教，很不容易去了解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距离比较远一点啊。反而啊，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啊，他们有教堂啊，回教阿訇讲道啊，基督教、天主教有神父牧师讲经。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也去听过，听的也觉得蛮有道理啊。牧师要我受洗，我没答应，他说你为什么不受洗？听了听了也不少时期了，听了几个月了，为什么不受洗？我说我对于上帝啊，造这个宇宙啊，造万物啊，有怀疑。啊，上帝既然能够造这么多人，为什么他造那么多坏人去毁谤上帝呢？这个我想不通啊。如果造的恶人还回谤上帝，上帝不高兴，你说上帝是万能，这有问题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提出将近70个问题，牧师没办法搞的，他说我是魔鬼，那就算了，啊，以后我基督教也不去了，啊，所以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我决定不肯干。啊，我喜欢听，喜欢去学习，啊，没搞清楚，啊，叫我这个正式做你的教徒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我在台湾，那个时候我把工作辞掉，啊，学佛之后，逐渐了解了，做了不少经典了，越多越有兴趣，啊，以后出家了，我的这个影响很大，啊，朋友、同事，啊，还有一些长官，对佛教都产生很好的印象，啊，什么原因呢？我苏家姓徐，这徐某人是个老顽固啊，这个人相信了，那一定有道理，没有道理的话，他绝对不会相信。啊，这个就是影响很多人。啊，所以我们做事情啊，非常谨慎，不是很草率的，不是感情用事的。啊，他自然影响人。啊，所以这个会迷信的产生。啊，一个是智慧呀不足，啊，另外一个对事实真相啊没搞清楚。第二个问题，请问从上发展的后果是什么？这个从上发展，我不知道发展什么。这句话说得很笼统。如果从上发展伦理道德，那个后果就很好。如果从上像现在这个科技工商业，那个后遗症就很大。啊，这个事情孟子说得好。啊，就在孟子第一章。啊，他跟梁惠王的对话。啊，梁惠王把利益看得很重。啊，孟子去拜访访问的时候。哎，他说你老人家到我这里来，啊，是不是给我带来了利益了？啊，问的是这个。而孟子答复的说：“王不要去问利益啊，也有仁义而已呀。如果像仁义道德上发展呢，这个国家前途无量啊。如果都像这个名利上发展呢，这个国家就有危机呀，会动乱的，啊，人人都争利，这还得了吗？啊，现在的社会是向经济、啊，工商，完全是利上去发展，所以这个世界社会不稳定啊，社会动乱的，啊，因为向这个上面发展呢，这个前途还会有困难。科学家给我们做出警告，啊，科技发展到最后的结果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啊毁灭。啊，而伦理道德的发展呢，那人类在这个社会上啊，真的生活像在天堂一样。啊，人与人之间呢，能够互相敬爱，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作合作，你说多么美好，不争呢？啊，这一争的时候，个个都是冤家对头，这还得了吗？第三个问题，请问什么是宗教？宗教与迷信是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唯一的方法吗？这头一个，什么是宗教？你不必问我，这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啊，可是你要对宗教下功夫去研究，要去了解宗教的教义，啊，然后你才能够断定
它是迷信还是真信。至于说宗教跟迷信是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唯一的方法，那是错误。迷信决定是造成世界末日的因素。要想避免世界末日是要高等智慧。迷信做不到。是要崇高的道德。那么我们现在常讲的是伦理。伦理不是宗教啊。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这是智慧啊。这是道德了。因果也不是迷信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说它是迷信吗？种瓜不会长成豆出来，种豆不会长出瓜出来。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所以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历史上讲的什么？全是讲的因果报应。那么因果报应，你要稍稍留意，就在眼前。好人决定有善果，恶人一定有恶报。那也许像你刚才听我讲的，有一些作恶的人，他在享福；有些天天做好事的人，他生活很苦。那你要看三世，你就明了。这个里都有很深的学问在啊！所以现在人类需要伦理教育，需要道德教育，需要因果教育，需要哲学教育，需要科学教育。第四个问题是：佛教与科学有什么关系？两种一起学习是否有冲突？我们华严经讲了这么多年了，华严经里面讲到高科技的这个高等科学与高等哲学就讲得很多这个里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第五个问题，为什么说佛法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这个是欧阳靖吾在民国十二年在第四中山大学做第一次讲演，就是这个题目。这个讲演稿呢，是汪恩阳居士记录的，你可以看看不难找到你看了吗？你就明白了。第六个问题，他说很多人认为佛教是人在不得志遭受打击失意潦倒时的一种安慰，这种说法对吗？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他过的是宫廷富裕的生活，他有什么不得志啊？有什么潦倒啊？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权到外面去学习，他非常好学，当时印度所有宗教学说里面的高人他统统接触了也都是以他们为老师。你把这些东西看看你就晓得了你这个问题所问的完全是负面的，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曲解了佛教，不知道佛教是什么。
这个难怪啊，今天是社会上对佛教误会的人太多，我们不能怪这个社会大众，为什么呢？这要怪佛门里面的这四众弟子没有认真的学习，没有把佛教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这让别人误会啊，这个误会不怪你啊，只能怪呀、啊。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你如果是多听经，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我是因为方东美先生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我学习之后才真正肯定方先生所说的佛是大哲学家，佛是圣者，佛经是高等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么我学佛今年56年了，证实方先生所讲的句句真话啊，真能解决问题。你说今天社会的动乱要用佛法来解释太容易了啊，可惜我们没有这个缘分跟这些国家领导人做一个长时间深入的探讨，没有啊。许多国家领导人我也认识，但是我们接触都受时间限制啊，时间很短，讲不了几句话啊，他们事情也忙，讲完之后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啊，所以产生不了效果。第7个问题，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要多去想想啊，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的方向不相同啊。换一句话说，目的太多了。我们没学佛之前的时候，不知道人生目的是什么。真的，人迷失了方向，不知道目的，就像在大海当中，随波逐流啊！啊，如果他真的有目标、有方向，他想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努力，这个人一生确定有成就。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这个人在这个世间一生默默无闻，没有成就。啊，所以方向、目标是很重要。啊，这个要达到这个目标呢，那就是你要有信心，永恒不变啊，什么样的挫折也拦不住你，你会有成就啊。那么学佛的人实在讲，真正唯一的目标回归自信啊，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啊，回归到自信啊，回归到自信，你就能得大圆满啊。像这个中国禅宗六祖所说的啊，自信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还得了吗？
那怎样才能达到呢？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才能达到。第八个问题问：什么是幸福人生？怎样才能成为幸福人生？你问这个问题，我可以在此地邀请你，你到安徽庐江汤池镇去住一个星期，你就明白了。啊，那个地方天天讲幸福人生，而且落实幸福人生，啊，亲身去体验一下。第九个问题，净土宗与其他宗门修炼成功的人数比例如何？啊，比较起来，净土宗容易，啊，因为他的方法是待业往生，啊，我们一般人能做到，啊，其他的法门不待业，这就非常困难，啊，你要把这个业障啊、习气都要断掉，才会有成就，啊，所以那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底下一个问题，他如果在家中客厅24小时播放讲经光碟，希望自己与家人在一切的坐卧甚至于谈话时都能得到熏习，即使人不在家了也可以供养鬼神，请问这样如法吗？如法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啊，可是你要想成就呢，还是不容易啊！一面工作一面听，一面谈话一面听，你不是一心专注啊，你很难得力啊！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大乘教里面讲，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是好处，你阿赖也是种了佛的种子，这一生恐怕不能去现行啊，你得不到受用啊，这一生要得受用是听经的时候要专注，要专心，不能够分心，心里不能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啊。你看我从前在台中李老师麾下学教，听他老人家讲经的时候，他都不准我记笔记。为什么呢？记笔记分心。啊，什么时候记笔记呢？听完之后你再去记。啊，听的时候一定是一心专注。他说，你才真正能投入。这个很有道理啊。这是学习的方法了。所以如果在家里看光碟可以，光碟打开就像上课一样啊，你连电话都拔掉啊，门也关掉，我这一个小时什么人也不见，什么电话不听，这个有效啊，你是真学啊，一面做事一面，这个不行啊啊，我们常讲心浮气躁啊，心神不定啊，学不到东西啊，天天学，年年学，学了十几年什么都学不到啊。我相信很多学佛的同学啊都会有这个经验啊，不是专注啊他听不到东西，专注还要什么呢？还要把你的心放下啊，你比如工作很多，心里想的很多，听讲的时候统统要放下，什么都不想了啊，一心专注啊，人会得定，会开悟啊，有这个好处。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应如何让自己真正升起孝心，
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你到汤池去学习。这个不是假的，你看看汤池老师如何以身作则。对汤池这里些老人，表演出那个尽孝的孝心，你才能知道。这个要用行动来教你，绝不是言语。言语没用处。言语，那么《孝经》《弟子规》《感应篇》都讲的很多。可是你没有看到行动啊，你很难体会呀。汤池之所以能做得成功，就是这一批老师们，20多位老师们，他们真正做到了啊，孝悌忠信做到了。你跟这些人接触啊，你就能学到。下面第十二个问题，这为什么读经时经常呼吸不了啊，全身都很紧张？这个我相信，这是你自己本身的体质的问题。一般人读经没有这个情形，很多人都没这个情形。那你一个人有这个情形呢？那以佛法来讲，业障必须把业障消除，你就恢复正常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是一位军人。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请问应该怎样做到啊？既能保家护国，又不造杀业？你好好的学大乘，大乘教里面会教给你。确确实实能做到。尤其你看现在华严经上我们讲的大用无方。很可惜，这大用无方现在这一段，它一共有10段，后面还有3段，我们已经学了7段，没有一样啊，不是圆满的。佛菩萨。示现将军身的很多你看佛教的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就是示现的将军身佛家的护法四大天王也是菩萨，也示现的将军身，菩萨示现的你把这个里面的道理透彻了，你就晓得，杀人也没不是罪过，杀人是救人，两面都救了。你想害人，护法神把你杀了，救了那个人，同时也救了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杀人，你将来堕地狱。你想杀的没杀成未遂罪呀菩萨把你杀的时候你不堕地狱，你看从地狱里把你救上来那个人呢也救了，把你也救了，双方都救了，这个道理很深菩萨有智慧呀，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一片慈悲。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捐钱印经，但所印
的经都有版权，请问这样弟子可以把功德回向给父母吗？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经书后面印的版权所有啊，这个不如法啊，这个把佛法限制住了，不能够普遍流通啊，所以这个不好啊。我们印经呢要找没有版权的。下面一个问题，有人受持观地桃源名胜经后获得不胜枚举的感应，但此书与印足印证的感应篇英智文光地觉世经不太一样，请问这本书可以流通吗？这个所谓获得不胜枚举的感应是他个人，如果说每一个人受持这个经都得不可思议的感应，那这个感应是真的啊，一两个人得到不见得是真的，还是听从印祖所讲的感应篇印智文观地觉世这个觉世经，还是这个好，祖师印证过的啊，这是我们有依据啊。下面是网络同学提问的，有九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无量寿经中提到三辈往生，以及观经中的详细补充，是否仅指的是凡圣同居土？是的，这个一点没错啊。西方净土无比殊胜之处啊，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其他诸佛净土里面所没有的。第二，临命终时除一句佛号之外，还有求佛快快戒瘾的念头，是否可以？最好不要啊！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急不来的啊，有那个快快的心啊，那个心就是个杂念，把你念佛呢就夹杂了，你想想看是不是啊？念佛的功夫要纯，不要有杂念啊。时间到了自然就出现了啊，所以不必要求快啊，这个才是真理。第三个问题，他说弟子是一家手机公司的研发人员，最近有个构想，是在手机中间开发一个移动的佛堂的功能，这个功能包括佛堂的大部分功能，如供佛像、上供、诵经等。这样的想法目的有二，第一个是方便更多年轻人容易接触佛法，第二是可以方便更多学佛的同学啊，随时随处都可以修行。你这个构想很好啊，很难得啊，我相信呢你一定能心想事成啊，但是最好你能够开发了啊，有这种技术啊，能够开发在手机上啊，听弟子规，听感应篇，听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已经太长了，我们有揭要啊，有记录的本子啊，十一般人呢都能够将如是道三个根扎进去，那个功德就更无量了啊，这个是我提供你的啊，你的想法也很好，已经学佛的同学，那我教给你是没有学佛的同学，通通戒瘾。第四，西方成愿再来的菩萨
应化在世间，是否有各因之谜？没有。啊，有各因之谜就不是菩萨了。啊，但是他会假装着有各因之谜，实际上没有，他是在演戏，是在表演。啊，所以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它都有很深教育的意义啊，在其中，啊，这个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第五个问题啊，是有些得禅定的高僧，直接为求法者摄破三世因果，使求法者得到切机切理的教育，直接为自己的某项恶业忏悔，请问这样算是显露神通吗？这个不一定，神通是要看在什么机缘之下可以用的。啊，神通里面呢，最忌讳的是佛教忌讳不准说的，就是说出身份。啊，比如说某人他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这叫大妄语，这个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啊，如果你真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说出之后马上就圆寂了，可以。啊，说出之后还不走，不可以。像这个样子的时候，这是小的，是说别人啊，这个过去式的因中啊，应该怎样忏悔啊，对他有，这个可以。啊，这个也是一种感应。啊，心地清净的时候，都可能获得这种感应。第六个问题，他人的本性是不垢不净、不善不恶。既然不善不恶，为何只有修十善才和本性相应？现在这个世界，啊，佛说法常说的应机说法，必定是现前，就是此时此处，大众啊能得利益，这是好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前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现在社会大家摄善不要了，全搞的是恶。那么收获呢，这样下去，你说这个世间人能有好日子过吗？你要很冷静去想一想，如何拯救现前的社会啊，使大家呢生活能过得更好一点，人跟人关系能处得更好一点，然后你再想想，实善对当前有没有必要？弟子规对现在有没有必要？啊，感应篇对现前有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那就是纯正的佛法。如果你说没有这个必要，世界还希望更乱一点，人还更苦一点，啊，苦到最后，像科学家讲的，人类在这个世间绝灭。绝灭之后什么？从头再来起。啊，我听到这个话也点头，也好。啊，本来就是如此嘛，物极必反嘛。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的毁灭，啊，我们地球上不止这一次，过去至少已经有四次了。啊，最近的一次他们讲的好像是真的，5万年前呢，亚特兰提斯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啊，人民相信科学，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伦理，
啊，只知道争名夺利，啊，丝毫情义都没有，啊，所以整个大地沉到海里面去了，就是现在的大西洋。啊，那么也有人说，我们先前科技也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啊，这个世界也会有大的这个灾难，啊，这个大灾难最严重的不只是海水上升，啊，海水上升这个现象很明显了，很多人已经警觉到了，啊，南极的冰如果融化。南极的冰是全世界这个冰雪90%在南极，完全融化之后海水上升65米，这科学家计算的，啊，不要说65米，上升1米，我们香港机场就在水面上了，啊，很多填海的地区全部又回到海里去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看到这些报道啊，而且说得很可怕，2030年，距离现在不远了，现在7年了啊！2030年估计什么？广州。珠江三角洲42%都会泡在海里，麻烦了啊！这是现在大家晓得，无法防止啊！啊，另外更可怕的，不能够预测的，地壳的变化，这最严重的啊！火山，海底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严重的海啸啊，飓风啊，我们讲经时候提到啊，啊，一般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他也不相信啊。佛法说这些灾难都是不善业的感召，那依照佛法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有，佛法非常肯定。啊，怎么解决呢？佛只说了两句话，这问题解决了。你相不相信？佛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问题解决了。从谁做起？从我做起。你不要要求别人，要求别人做不到，要求自己。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纵然灾难不能避免，为什么呢？共业嘛。那我们现在晓得，人没有死啊，啊，生灭是肉体啊，灵魂不死。啊，佛法里面讲神识长存呐，他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世界，别的地方去了。那么你一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去的地方好啊！啊，像我们现在念佛人呢，念念都求生极乐世界，移民到那边去啊。不难呐，那在一般讲是3年功夫足够了，你就能去得了极乐世界，有什么不好呢？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了？如果你真的是大德、大智、大能，你不但提升自己，而且你还能够帮助一些苦难众生，好事啊！
大好事情啊！啊，帮助苦难众生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就是的。啊，我们学佛不是自己一个人学，啊，也不是我们这个几十个同学在一起学，我们在此地同时上网，啊，也上微信，全世界的有缘人都能够一起学习，这个好啊！学习的人越多，那个力量就越大，啊，就能把这个灾难呢，不能完全化解，把这灾难缩小了，时间缩短了，啊，或者讲灾难时间延长、延后了，这个办得到。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就是救世界的，用什么救？天天讲经教学，上课。啊，从30岁到79岁，一天没休息。啊，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明白了，觉悟了。啊，从自己改过自新，在影响周边的人。啊，影响越多，影响越大，灾难就缩小了。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做法。啊，不是祈求啊，这个佛神来保佑，不是这个。啊，佛是教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这个十善业道啊，对眼前来讲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佛祖教给我们持戒念佛，十善业是戒，弟子规是戒，感应篇是戒，啊，这是根本戒。啊，只要在这上面真正下功夫，啊，100%的落实，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诵经念佛，也想求生西方，但极乐世界不能够亲眼求证。”往生失利也不能亲身求证，所以真心切愿始终无法建立。请问弟子应该在哪一方面努力？我刚才讲的这个方法，你老老实实做，一定能够帮助你不断的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对于净宗法门你就相信。那对于阿弥陀佛你也会见到了，啊，你有感佛一定有应，啊，但是你有感佛为什么没有应，啊，这桩事情我当年问过张家老师，啊，我求佛佛不来啊，没有感应的，哎，听说有人求有感应，我求为什么没有感应？大师告诉我，不是没有感应，是你自己有业障，把它障碍了，所以它不能现前。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把障碍铲除，铲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了。啊，我想想，有道理啊。啊，所以障碍呀，不是在佛那边的，在我们自己这边的。啊，业习烦恼就是障碍。所以，
这个习气啊，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疑自私自利，是真的要放下啊，这是很严重的障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废除中医的谬论，据统计反对中医的人不在少数，宣称中医是伪科学，特别指出经络遗迹阴阳五行等学说不能被科学证明，恳请老法师慈悲开示，以正视听。这个是中国啊，近代中国人的悲哀啊！为什么呢？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啊，中医究竟是什么？你要去研究，你去了解它，然后你就不迷信了。你信它是正信，你不信它也是正信，你废除它也是正信。你要把它研究清楚啊！如果要是没有搞清楚，就把它废除掉的时候，是有过失啊。到你最后搞清楚了，你会很后悔呀，做错事情了，我冤枉人了。你愿意吃这个后悔药吗？啊，不过呀，中医在中国废除啊，没有关系。现在西方人相信中医。啊，前天有个这个道友给我打电话，从澳洲打电话过来，啊，他们现在澳洲人希望引进中医，啊，他们就是用中医跟中医药材，啊，来培植，跟澳洲做合作，啊，现在西方人的时候对西医怀疑，啊，中医毕竟是有5000年的历史。啊，5000年当中，啊，它有理论，它有方法，它有治疗的效果。啊，西医到今天还大概也不过300年，300年跟5000年比，你们自己先想想，你相信哪一个？啊，中国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就是4大文明古国，啊，它为什么还存在？没有被灭亡，啊，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文明古国是要被淘汰掉了，啊，外国的文化，啊，甚至任何力量不能亡中国文化，只有中国自己人，啊，自己人把自己东西抛弃掉，自己灭自己，这个做得到。啊，外面人没有能力。啊，不过中国把自己抛弃掉的时候，外国人努力来学习，这是好事情。啊，真理毕竟是真理。啊，外国人在种种试验走不通的时候，向中国学习，向印度学习。啊，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啊，西方有个决心呢。他们走到死胡同了啊！那么世界的动乱、灾难的频繁，这都摆在眼前。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呢，如果再不能够警觉，啊，再不能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看看。从美国买来的地图啊，未来的世界的地图，你要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你就了解了将来南北极的冰融化，大水涨上来，中国中原这一带全都沉没在海底啊，沿海全没有了。
到那个时候，西医没有了，中医也没有了。啊，再告诉你，在那个时候有严重的瘟疫，看你自己怎么办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国报啊，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回到自己家庭。啊，夜因国报，丝毫不爽啊。幕后一个问题，他请问在家学佛者能不能养宠物？若本身不能养，家人可以养吗？最好不要养。家人也不要养啊？为什么呢？你养宠物，你一定是要用很多的精神去照顾它，对你自己的修学就打很大的折扣啊！这一门学问，大学问，必须全心全力一副，你才能取得一生满意的成就。下面香港同修有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家里墙上放了一张佛像，佛像上有射灯长期开着，造成佛像的面相变色，啊，这是因果吗？这张佛像又如何处理？也是因果。啊，那么这是物理上的变化，啊，这个色彩长期在阳光之下了，它会褪色。啊，这个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啊，那怎么办呢？换一张就好了嘛，啊，你这个是画像，啊，换一张，那旧的怎么办？旧的放在底下嘛，啊，像两张佛像重叠嘛，旧的放在底下嘛，这样就好。啊，我想你一张这个照片呢，里面重复可以能够放个五六张都没问题。换一张新的。第二个问题，他说弟子今生没有把握往生，想发愿希望以后每一生都能闻到佛法，直至往生，啊，这样买个保险可以吗？啊，算是贪吗？这个保险你买不到，贪不贪暂且不贪，你买不到，绝对不能够如你的愿。为什么呢？你受业力支配啊，念佛功夫成熟了往生，那是愿力，那不是业力。念佛不能成就，肯定是业力。业力你自己好好去想想，去反省，你这一生你造的善业多还是恶业多啊？善业多呢，你将来生三善道，恶业多呢，你生三恶道。至于来生你是不是再能遇到佛法，是个未定数。非常不稳定，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自己想一想啊，你是香港同学，香港现在居民大概有四五百万，四五百万居民呢，有几个人闻到佛法？啊，不要说香港，说我们现在这栋大楼，我们这大楼住多少人？这栋大楼的这几个人闻到佛法？你想到这个地方呢，毛骨悚然呐，你害怕了。啊，来生我纵然得人身，都不一定能遇到佛法。啊，所以你想一世一世的来修行呢，这个如意算盘是你自己打的。
没有人给你保险的，所以你买不到保险的。啊，再看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佛的比喻，得人身跟舍人身，啊，世尊当年在齐国度员，啊，那个齐国度员有功臣的时候，他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然后把它撒下去，啊，手指上还有一点点，啊，弟子们在旁边看到了佛做这个动作了，就请教他老人家，这表示什么意思？他就说了，你看我这一把泥土撒到地上，指甲上还有一点，是撒到地上的多呢，还是指甲上的多？当然是撒到地上多，指甲上只留一点点。他就说了，现在世间的人死了之后，来世还得人身，就像我指甲上的土；不能得人身呢，就像我撒到大地上的土。得人身很不容易啊！啊，说老实话了。我们现在很客观的来讲，10000个人死了之后，能得人身的人1-2个。啊，为什么呢？他要修十善业道，他要修三规五戒，不学佛的人要懂得孝悌忠信，啊，要懂得仁义礼智信，啊，这样的人能得人生啊，那没有这种德行的人，你来生得不到人生呐！啊，五戒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中国老祖宗教人的啊，做人基本的条件，你具足这个条件，你来生会得人生。啊，你不具足这个条件，人生就失掉了。啊，那三途的因是什么呢？魔鬼、贪婪，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什么都贪，来生鬼道去了；什么都不高兴，地狱道去了。啊，嗔恚心重啊。愚痴，什么都搞不清楚，事实真相都不了解，畜生道。贪嗔痴是三恶道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你不能不多想想啊。啊，贪心是鬼道。第三是中阴身，因想着要报仇，甚至几百年都不能投生。他们以什么为食？这个六道轮回中的转生，不是迷惘的吗？这个报仇啊，说是几百年都不能投生了。有，不是没有，仇恨太深了啊，他也不能老是中阴身，实在讲他也投胎了，到哪里去了？到妖魔鬼怪里面去了，多半呢变成魔啊，入了魔类道啊，啊，嗔恚心重，怨恨心重啊，所以造的恶业就多啊。魔死了之后，没有不堕地狱的。这个轮回转生不是迷惘，是业力，不是糊里糊涂转生的，不是的，业力牵引。
你比如到人间来，他到你家里来，跟你有缘，他为什么不到别人家去？啊，连这个美国过去啊，这个凯西也是一个预言家。他那个语言，他是灵附身，啊，但是那个灵是非常善良，他不害人，啊，借助他的身体帮助人治病，啊，疑难杂症呢，确实，他治好很多，啊，所以他曾经说过啊，世间。决定没有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发生一个没有前因偶然发生的事情。他说没有。啊，你每一天所遇到的事情都有前因有后果，不可能说是没有前因会发生一个事情。所以他说出他相信啊，人有轮回，人有果报，啊，善因有善报，恶因有恶报，真的是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啊，还的时候还要多还一点，好像付出一点利息。讲得好啊！啊，跟佛法了，跟中国道家讲的没有两样啊。第四个，他说弟子在殓房附近工作，常常见到新死的人。被推进殓房冷冻，弟子应如何帮助他？念佛给他回向，念往生咒给他回向。啊，你看到了，或者听到了，啊，你用这个方法对他有好处，啊，对他有帮助，啊，或者呢？如果是在这个附近，啊，这个殡仪馆附像这些地方附近，啊，附近居住啊，你家里面常常放佛号，用念佛机，啊，对他决定有好处，啊，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啊，有读诵《地藏经》的，读诵《弥陀经》的这些袋子，啊，或者是讲解。地藏经都好啊，在这个夜晚晚上9点钟之后啊，到早晨呢5点钟之前，这个时间是一段时间啊，放给他们供养他们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这些灵鬼呀，将来都是你的护法，你跟他结这个善缘。下面第五个问题，他说当国家受到外敌侵略时，人民受到欺凌伤害，这样是否还需要忍辱，任由他人伤害？这个在事法上讲不通的。啊，尽量用和谈的方法来化解，实在不能化解。那就有什么呢？有抵抗，啊，中国过去对日本的这个战争、抗战，啊，是抵抗，啊，这个不是侵略，啊，这是保卫战，不是侵略战争，啊，
这是许可的，啊，这也是应该的。啊，为什么去杀敌？是保护本国善良的人民。啊，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学佛的人都放下枪杆不抵抗了，那我们就想想，历代帝王决定把佛法全部废除。有理由啊。那佛法不准在这个地区存在。啊，为什么？你们是害人的，你不是救人的。啊，那你再看看这个我们最近读的这段经文，大用无方，你看到佛法是多么活泼，什么身份菩萨都能实现。啊，应现将军身现将军身，应现国王身现国王身，应现宰官身现就现宰官身，甚至于还有娱乐的场所，啊，各行各业，佛菩萨统统实现了，啊，把这个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统统归到正法，这个国家大治啊。啊，往后战争不容易爆发。啊，美国在这个欧洲这两次战争，给世间人很大的启示啊！啊，为什么？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个族群。你去打听一下，谁喜欢战争？都厌恶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民主得多啊！你要是搞战争的时候，人就不选你了啊！不像二战之前呢，那时候资讯还不怎么发达了，哎，人民听政府的话。啊，现在不行了，现在资讯发达，啊，每一天在电视上，啊，在网络上，都能够得到很多讯息。啊，你政府的政令，人民的时候会考虑一下，应不应该，有没有理由，啊，他跟从前想法不一样了。你要发动战争，没人拥护你，没有人赞助你，啊！你要打，你们两个字去打去，啊！不要害大家，啊！所以战争的时候越来越不容易发动了，啊！美国这两次战争，我也曾经讲过，打得很好，啊！好在哪里呢？让很多想打仗的人不敢打。打仗容易，受不了也。你看美国现在多痛苦啊！啊，看这个样子害怕了。啊，什么问题都要用坦诚的心。啊，自利要顾得利他，问题解决了。啊，如果不是自利利他，只有自利不利他，冲突就发生。啊，我想我好，也想你好，我们大家都好。啊，这样生活多么快乐呢！啊，你看看美国，打仗花钱不多，可是战后
花钱可不得了。我听说每一天在欧洲这些费用大概是1亿的美金，你说怎么得了？如果说拿这么多钱去帮助开发中东这些国家，那些国家的人民，我相信喊美国人都喊爸爸，什么事都不都好解决啊，哪里会变成仇人呢？啊，就这个道理要懂，啊，以后不能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了，这个时代过去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供养佛前，这个佛前的灯，红色、黄色的有什么分别？没分别。啊，佛要有分别，佛是凡夫。那供养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啊，佛菩萨必然是如经典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色彩，你就供什么样色彩。你欢喜，佛菩萨也欢喜。啊，佛菩萨永远恒顺众生。啊，决定没有执着，决定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啊，那我们知道。佛前所有一切供养全是表法的，啊，灯是表光明，光明是智慧，啊，供灯呢，意思我们学佛要求智慧，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一盏智慧灯，为大众啊照明啊。那么从前的灯是油灯，是蜡烛，表法的意思更明显啊，等于说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现在这个电不太容易看出来啊，油灯跟蜡烛很明显啊，你看到是舍己为人呐，表这个意思，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我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供养别人，利益众生，这是佛菩萨啊。这种修学时间久了，自自然然果执就破了，入佛门了，果执一破入佛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入佛门了。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啊，一般小乘须陀洹果，所以这表法的啊，所有一切工具都表法啊，最重要的表法是供一杯清水啊，那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心像水一样清净，像水一样平等啊，无论是自己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就是那一杯水啊。你每一天供佛供水，自己心不清净，自己心不平等，那一杯水白供了，那供有什么意思啊，不是给佛菩萨看的，给自己看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些问题刚好答复完了。